不要跟馆长吵架，吵什么架啦？你们回健身房好啦，我娘你。你看我工作做不够多哦，你还有健身房。阿公今天啊，你也该想啊，咱介两个，咱介两个，只话叫娃娃呢。哎，你嘛蹭流量，我嘛蹭流量，我们最歹东西啊。陈思安，你哪个宽正就在冰块下面打通啊？你到底没到好去啊？你讲你没料大到。啊，没玩乐啦！老大，你要加油，不要被他们打败。那我老，那我把他打败了，打败啥？你看我是走出社会吗？哎呦，这简单就把我打败，不要跟馆长吵架，吵什么架？还有什么弯的？那个弯就没意思啊，对不？你鬼都无，我是表达一下，咱哎，知影讲咱冇脾气的，安尼啦，啊，不是讲一下弯弯的没意思。你来看了那直播，到底不是看一下讲遐五四三啊？大家人哦。看直播拢有，大家看直播的兴趣甲迄个方向啊！啊，看了大直播，我就不是咧讲大个啊！你来要看直播，是要听我讲一寡，哎、欸，我较济岁啊吼，细汉嘛艰苦，怪看较济啦。你讲嘛想要听我听一寡我人生的经历嘛？迄搭是搭啊，搭是代表讲咱是软啊。迄个是安尼啦，水吼，水啊淹到胸卡嘛吼，人会使忍耐偌紧啊？哦，啊水啊淹到鼻仔有安尼啊，无量就少个，嘛是爱量，咱不过是爱量条，知影讲咱是软啊。啊，到时一直搭搭是无意义的，无必要啦。过就好啊！阿公，今天啊，你也该想啊，咱介两个，咱介两个，只话叫娃娃呢。哎，伊嘛蹭流量，我嘛蹭流量，嘛唔算歹代志啊，对不？阿爸无做咩讲，就爱想啊，甲斗大底，你有啥好想啊？我定讲一句话，有目的啊。你讲我较四块嘛好啦，讲我做人较现实嘛好啦。我其实做啥物代志，有一个目的，无目的就卖做啊。恁看直播搞了半年了吧？你看我讲几几代人啊，我无啥去讲别人啊。我嘛无啥去讲新闻啊，时事的新闻我嘛无啥去讲。我你甲我问啦，我唔会讲。听我了后再讲一寡。对你事业有帮助无？对人生有啥意义无？啊，我唔敢，我讲啊是唔是对啦？啊，讲唔对，你嘛参考哦，这是唔对，安尼嘛好，你听。啊，有当我生气吼，过就好啊。上戆的人就是一时气愤之下所做出的自己后悔的事情，那是上戆的。所以哦，做代志卖冲动啊，有当代志做的吼，袂想买啊。要开健身房无啦？我娘你看到我工作做不够济哦，你还个健身房？啊，卖讲馆长啦，讲馆长要创？啊，你就最近无出去佗呀？是老爹啊，电话卡住。老大，你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？啊，你我大家拢安尼讲啊，你要跟我讲这句话以前，你跟我先卡住是大人，尤其生日卡阿母啊，我无你过生日嘞。我讲生日就先卡老母啊，甲老母啊感谢就好啊。